就是他当时给我们的一个徽章，就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我这个小碎片也拼起了一个大拼图。Apa kabar semua? Nama saya Wong Sinyi. Saya berasal dari Malaysia. I'm currently a student in Zhejiang University, and also I'm a volunteer, or we can call it the Little Lotus, in the 19th Asian Games Hangzhou. 目前在杭州亚运会担任的是场馆注册与质证领域中的发证岗。我的工作内容呢，主要是一些访客证和临时通行卡的登记和派发。我之前呢是想要报冬奥会的志愿者，但是因为人在马来西亚，然后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就没有成功选上，所以我就报名了杭州亚运会的这个志愿者。但我觉得在大学的这个时间段有一个参与国际赛事的一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一般是6:15起床，我们工作的时间呢其实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就是因为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接触英文了，所以在正式上岗之前呢，我其实是有去翻阅一些英文的书籍，包括去网上看一些英文的一些词汇的培训啊。前期呢，学校也会给我们一些相关的通用培训，正式录用了之后也会根据相关的业务领域进行一个专项的培训。一开始会比较手忙脚乱，因为它有一些系统可以查询，但是其实我不怎么会操作那个系统，然后就开始怀疑我自己到底是不是有这个能力。但是就熟能生巧嘛，我们现在都可以很自如地去应对所有的问题。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呢，就是之前印尼代表团的一个老师，他就是要把他的证件改为媒体类，然后当时他们在这里就待了1个多小时，我就是充当一个翻译的角色，一直就是作为老师和他之间的一个沟通桥梁，最后还是顺利解决了，所以就给了我们一个就是他们印尼队的一个徽章，就是在这里。就是他当时给我们的一个徽章，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吧，因为助人为乐，而且这其实也是我工作职责之一。这段期间呢，在中国可以看到自己国家的一些媒体老师啊、运动员等等，然后给予他们工作上的帮忙，然后也让他们感觉到温暖吧，就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The volunteers have been outstanding. They're very helpful. If you need something, the volunteers are quick. They get it for you. It's really happy to see them. You would not have a successful Asian Games if you did not have good volunteers. 因为我自己学的就是传播学，然后在这个场馆呢，其实接触到的更多是一些媒体领域的老师和记者朋友。就是经过了这次赛事之后，想要做一个体育记者。我感觉可以在前线去报道，去追踪一个就是运动项目，非常的有意义。你们有没有看到昨天那个比赛？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让我大吃一惊。最大的收获肯定是结交了一群全新的朋友，就是从中也可以去了解到更多就是文化上的一些交流吧。当我看见一个欣欣向荣爱打未来的口号时，就觉得我自己其实好像也是这个口号中的一份子，就为杭州亚运会提供我自己的绵薄之力吧。然后包括了我看见就各个国家的媒体老师和运动员在杭州这个美丽的城市相遇，让我感觉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就是运动赛事的一个交流平台，更多是让亚洲各个国家就是有一个交流的平台吧。在这个杭州亚运会里面，我不是担任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我就是一块小拼图。正是因为有我们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志愿者、工作人员和运动员，才拼出了一个体育和文化交流的大世界。